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来画小朋友都爱吃的糖葫芦。虽然是夏天呢，但是我们现在画冬天常见的一种食品糖葫芦。我们准备以下几种颜色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用红色来画糖葫芦。糖葫芦还是比较好画的。先画上面最大的一颗。然后我们再画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涂一下它的颜色。这个沾满了糖浆的这个糖葫芦，我们就画好了啊。糖葫芦呢是一个都是山楂，然后呢外面烫了好多这个焦糖，然后一蘸吃起来呢又酸又甜的。好了，这节课呢就到这里。小朋友呢，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转发，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，高级红剑，感谢你的关注，小朋友再见。